大家好，不是蒙不过江，不是真人不露相，欢迎各位再度收看股市门道现场。礼拜五美股大跌，今天这个大盘一开盘就跌了将近百点，那尾盘收盘剩下小跌35点。为什么这个大盘今天能开低走高？当然是有原因的。我们今天从三个角度来跟各位谈。那基本上今天看盘大概就只有三个重点。哪三个重点？第一个，今天为什么能开低走高？这个叫做一点低的两种做法之一。为什么能开低走高？最主要的原因在开在一点低。那为什么一点低之后它能走高？这个都有原因。我们从我们今天早盘给会员的讯息来告诉各位。好，这是礼拜一大概9点半左右，我给我会员的第一通讯息，我说今天是一点低盘，如果早盘的低点没有再跌破，尾盘就有机会弹升。所以说各位投资朋友，为什么今天这个大盘开低之后能开低走高，收盘小跌35点，跟什么？跟这个一点低盘有关系。什么叫一点低？来，我们把它切到那个分线给各位看，这是今天大盘的加权五分线。昨天收在这个礼拜五收在这个位置，今天开出来第一个低点就是低点。这个叫做一点低。我之前跟各位讲过，一点低一二三，看三根 K 线。今天第一根 K 线开出来之后，低点就没有再跌破。所以说基本上一点低它会有两种做法，一个是小红或小黑，一个是开低走低收最低。那是开低走低收最低还是小红或小黑的关键重点在哪里？关键重点在这里。早盘低点没有再跌破，尾盘就有机会弹升。所以这是为什么今天这个大盘它能开低走高的原因。好，这是第一个重点。那除了这个原因之外，当然还有什么？还有第二个原因。第二个原因呢、就是周缺口。周缺口。什么叫做周缺口？各位投资朋友一样、我在今天盘中给会员的第二通解盘的讯息就是在谈这个重点。今天同样的利用这个机会来跟各位讲。好，给会员的第二通�讯息在11点16分。今天这个大盘今天的跳空缺口，这个叫做周跳空。那周跳空一般来说都会回补。但趋势它是一个空方式，所以不宜抢反弹，等什么短线有反弹再来找机会布空。这是针对大盘的部分。好，这今天的各位投资朋友，我们回过大盘来谈，这个跳空缺口补一部分没有全补。那个礼拜五不对，我跟各位讲过了。礼拜五他已经告诉你那个短线走势不对了。好，今天这个大盘现货这里留一个周跳空，那我们来看周线，日线有跳空缺口，那我把周线放大，今天开低在这个位置，对不对？如果尾盘没收下去的话，这里是不是一个缺口？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周跳空。那周跳空来讲，一般都会回补。今年大盘总共出现了4次的跳空缺口，第一次在哪里？第一次在这里。第一次在这里。所以我在3月3号的时候告诉各位什么？我告诉各位下周收黑反转几率大，因为怎么样？因为这个叫周缺口，这个叫周缺口。这个叫做周缺口啦。所以说周缺口它一定会回补。当时有几个周缺口，这一个我把它拉长给你看，当时是这个，这里也有一个周缺口，它先补这个，补完这个之后来补这个。所以当时我告诉各位什么？我这8000以上请你大胆布空就已经预告什么？预告因为它这个缺口留下来，它空头走空的时候它一定会来补，所以最少会来回补缺口，这个周缺口，这一个，这第一次在这里，第二次在这里，第三次在哪时候？第三次在6月4号。6月4号目前大盘的低点6857，这个同样也是周缺口，对不对？当时我说过这个叫周缺口，这个也叫周缺口，这个都是必回补。所以为什么我在这里看空，在这里的时候我告诉各位什么？我告诉各位空间本中见低点，这个周缺口会补，时间快则本周，慢则下周完成出跌段，并且展开逃命波反弹。
这个大盘是不是从6857开始反弹？反弹到什么时候？反弹到10月初的时候，我告诉各位什么？我告诉各位，这个一波的弹升即将告一段落，另一阶段的往下大跌破段行情即将展开。当时很多人看8000，有人看8300，有人看8700。我在10月8号是不是告诉各位？我说，除非大盘能再站上7700，才有最后一段弹升，否则这一波的反弹已经告一个段落了，未来会持续向下修正。很多人在当时看上看8000，现在看空。哦，我们不去评断评别人，但是基本上大盘要怎么走，一定有它的规律。好，所以说基本上各位投资朋友，当时的周贴口它也补了，所以为什么在6857的隔天，我告诉你可以买多了。好，是有原因的。好，所以这个大盘今天还是留下一个跳空缺口。好，除了短线周线的缺口，短线日线的缺口之外，还有周线的缺口。所以说，简单的说，这个缺口属于什么？属于一个周线的跳空。好，周线的跳空一般来说都会回补。好，所以基本上，如果你懂这些的话，好，你今天开盘你绝对不会去砍了，好，不会去砍多单了。好，最起码也会等什么？等反弹上来之后再说。好，所以说这个部分，好，不管是一点低，一开始我跟各位讲的，不是每次一点低它都一定是小红或小黑啊，今天算是小黑啊，你将来也会碰到什么，它会收长黑啊，所以到底是小黑还长黑啊，这个你看盘的美感就很重要的。美感在哪里？美感在这里啊，哦，在这里，这个啊，我们在这一节 DVD 理论跟实战篇，好，实战里面我都有教。好，所以盘是不是只有这么简单的每天都是一点低啊，还有更多的变化。好，所以我们在这一卷实战教学里面啊，这一卷 DVD 里面啊，都有教，剩下最后21套。好，不是只有 DVD， 还有什么？还有教科书。好，我说过了，接下来我不再开另外的技术课程。好，那关于这卷 DVD 啊，我们也不要卖了。哦，要卖3万块也不是一般人能买得起，哦，愿意买啦，我们不能说买不起啦，哦，不是也是一般人愿意花这个钱来学习啦，哦，基本上剩下的21套，哦，全公司总共就21套，哦，接下来我们也不再印了，哦，就送给说你愿意跟我半年操作半年的人，哦，我们就当作礼物来送给你们。好，那接下来的部分我们会开的课程啊，最后一趟的课程，职业生涯的最后一班的主力操盘手法顶级技术班，哦，预计在本来在明年嘛，哦，明年2月份上课，哦，那这两天陆陆续续有人报名，哦，报名之后因为我们是小班制教学，哦，我们现在把日期定下来，哦，因为小班教学人数少，哦，人数少我们就很好决定什么，决定大家有空的时间，哦，那经过征询之后，哦，我们把日期定在哪时候？定在3月2号跟3月3号两天，哦，礼拜六礼拜天两天上课，哦，我们教你这些东西，哦，什么时候收黑，什么时候收红，哦，波浪理论的正确应用，还有缺口理论的应用，看盘技巧，哦，这个在这里面有，但是这个大概只有1/4而已，哦，属于这个实战篇。还有什么？还有指标，为什么黄金交叉是卖点，为什么死亡交叉是买点，哦，所以说还有价格的玄机，哦，这个总共2天的时间，哦，上完课之后，哦，我说过不是上课，我会留我的手机给你，随时可以打电话过来，哦，上次上的我们留手机，随时都可以接受你的咨询，哦，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啊，上完两个客人之后，哦，你什么你很容易忘记，不用担心，哦，我们随时留手机24小时，哦，当然你不要三更半夜打电话给我了，哦，随时打电话给我可以咨询。好，包含什么长线的部分，为什么二月份的月线，哦，我说3月会收黑，当时是不是指标是不是黄金交叉？那各位投资朋友，你有没有听过黄金交叉的卖点？有没有听过黄金交叉的卖点？为什么黄金交叉它会形成卖点？哦，你事后来看，当时的加权在8144，这个是不是你事后来看是不是黄金交叉的卖点？那2月29号预告什么？预告3会收黑，是不是3月会收黑？那同样的，今年的上个月
月线收出来的时候，我是不是跟你预告什么？预告十月份会告一个段落，十月的月线会收黑。各位投资朋友，目前月线是不是黑的？那三月的月线收黑，代表从那时候从6609到8174的反弹告一个段落。同样的道理，这个月收黑代表什么？代表从6857到这一段的反弹也告一个段落。接下来怎么样？接下来会破底。哦，我已经说过了，接下来会破哪个底？这个底，这个底，这个都不会是底。所以啊，我们才特别啊，哦，在这个礼拜六，哦，礼拜六全省早上到高雄，哦，下午到台中，晚上我们回来台北，哦，总共准备了，总共怎么样？办了三场讲座，告诉你什么？告诉你长线的底部会落在哪里？第一个空间，第二个时间。哦，那你为来现场，哦，来现场，我们先说，哦，我准备什么东西给你？第一个，我准备一份资料给你，所有现行走空的，哦，因为整体类股啊，大概如果说上市上柜加起来有1000多档，那投资人手上比较多的是电子股最多。我把电子股现行走空的，我全部整理出来送给你。好，这是第一个，你来现场的来宾，我送给你的资料。第二个，持股诊断。好，因为你每天问我股票啊，可能投资人也太多，我们在现场统一帮你解答。哦，你手上的持股，所以说你有做股票的人啊，哦，这一场讲座，哦，你一定要来，因为这个事后来看，各位投资朋友，如果说这个大盘，这个将来这个低点会跌破，各位投资朋友，现在是不是刚开始跌而已？那你一定要利用什么？利用这段时间刚开始跌，甚至于短线有反弹的机会的时候，你要赶快去调整你的持股。哦，所以说这礼拜六有兴趣的，早上台中高雄高雄台中台北各一场，哦，休息时间跟我们助理人员来办登记的动作。好，那我们来谈到第三个部分，第三个部分就是什么？就是电子。今天大盘未拉起来的原因啊，重点在哪里？在电子，对不对？那电子啊，各位投资朋友，好，在这里第三个是电子。好，我今天说过，今天就看三个重点，对吧？一个是一点低，一个是周缺口，一个是电子。9月20号，我告诉各位，我说过这个缺口会补。哦，我说过这一根量是拉高出货的可能性最大。哦，当时我说过了，哦，这个缺口一定会全补。哦，那这个缺口补的话，代表什么？代表这一波叫做逃命反弹破了。哦，逃命反弹破。哦，筹码我也讲过，不利于后市。哦，我当时我说过，目前这个位置，纵使你不放空，你也千万别做多。哦，电子指数。好，9月25号，我跟各位讲过。哦，我说这融资所谓已经相对来到大盘8000点的位置。哦，某些指标股也头部成型的疑虑。哦，台币升值的汇兑损失会在9月营收反映。9月26号是不是先补缺口？哦，这是不是告诉你的？还没补，我跟你讲会补。补完之后，我跟你讲什么？代表这一波是什么？它不是回升波，它是反弹逃命波的看法，没有错。接下来在这里反弹，我都说过，我说这个已经进入空头的走势，任何反弹都是空点。什么叫空头走势？它会不断的去向下补缺口，向下补缺口，向下补缺口，包含将来都会来补这个。哦，这个叫做刚开始跌而已，不要去做错方向。这10月19号。好，哦，我们放9月20号放空的，在10月12号全部补掉。好，哦，电子指数，好，哦，不是股票。好，哦，16个交易日我们不理会短线的震荡。好，哦，这16个交易放空到这里回补 75%。好，哦，值不值得？好，哦，所以说基本上补完之后开始反弹。是不是开始反弹？对不对？这个到上礼拜都反弹，到礼拜我说过了，这有问题。好，哦，该收红没有收红，而且留下缺口，短多的架构它被破坏掉。今天谁带上来的？今天是电子，电子指数今天一开低是开这个位置哦，各位投资朋友，这一开是开这个位置哦，它同样是一样是留缺口哦，那留缺口它领先什么？
领先大盘，是不是？我们来看嘛，我们把它切到日线，大盘今天这个缺口还没补嘛，还有缺口在嘛，可是电子没有了哦，电子没有了，这是整体电子日线哦，好，电子领先封闭缺口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它会领先封闭缺口？我上礼拜跟各位讲过，上礼拜电子去收黑，对不对？我说过，我们如果从中线的角度来看，你来看这根五根，这五根 K 棒代表什么？这连续五个礼拜收黑，代表一个大黑 K 棒哦。好，第一个，第一个重点告诉你什么？告诉你反弹结束，未来会向下破底。好，任何反弹都空点，因为它这只是跌一段而已。好，反弹已经结束了。第二个，电子，我是不是跟各位讲过？我说下周，也就是这个礼拜。这个礼拜有机会收红，好，但是要看主力愿意不愿意做，好，如果有反弹，它是最后逃命的卖点跟空点，所以这个礼拜的重点在哪？在电子，因为电子怎么样？电子这个礼拜它有机会收红，我们从今天来看，目前确实也有这个样子，所以说电子指数今天为什么它能领先大盘封闭缺口的原因在哪里？在这里，因为这个礼拜的重点在谁？在电子，但是。记得我跟你讲的，电子，它如果说这个礼拜收红的话，它不是落底，它是什么？它是跌势之中过程的反弹。哦，如果反弹，它是最后逃命的卖点跟空点。好，记得。所以今天为什么电子能领先怎么样？能领先封闭什么？封闭缺口。好，是有原因的。好，那接下来什么？它现在在一个跌势。跌势观察什么？观察压力，短压在哪里？短压在 276.5、哦、所以说这两天先观察它能不能站上这个压力区、哦、短压在 276.5 先能不能站上压力、哦、站上压力才有机会怎么样更大的弹升，否则它也是一个弱势的反弹、哦、所以策略就是等空点。电子下来我们今天回补一档股票的空单部分、哦、没有全补、哦、哪一档？这一档股票很多投资人都有。好，我们来看讯息，今天我只给会员三通讯息而已、哦、我们不是每天给三十通、哦、我们该做动作就动作、哦、该回补就回补。好，10点02分红准，红准空单收到讯息的时候 103.5 先回补一半张数、哦、做差价。为什么要补一半？要做差价，保留什么？保留一半续报波段就可以了。好，10点02分，各位投资朋友，10点22分，红隼当时来到多少？来到103，哦，103了哈，这时间你自己去看了哈，20分钟过后，哦，来到103，这个叫做穿价了。我们定在多少？定在103.5的空单。我问你，最低来到103能不能补到？哦，一定补得到嘛，哦，一定补得到。好，所以基本上为什么要补这个部分？因为怎么样？先补一半做差价。那这档股票什么时候去放空的？来，各位投资朋友，9月25号，哦，红准，我说这头部成型了，哦，未来会向下破底，这个叫拉高出货。新会员进来，9月25号，你有没有看到红准？这个空了之后跌下来，9月26号，我跟你讲过什么？我说过。这个头部成型，未来会破底，任何反弹皆空点。新会员进来9月27号，定价什么？定价113块空，一定空得到113，这个一样是穿价哦，一定空得到。这是到上礼拜，好、哦，这到今天2354，今天它一样开低走高了，哦，那开低走高，各位投资朋友，收盘104块。哦，最低103，哦，一定补得到嘛？好、哦，重点是什么？为什么要回补？不是看好它，目的为了什么？我说，跌下来有反弹，我们这回补的部位是不是有机会再空回来？所以我说过，这个大盘如果短线的反弹之后会一直上去，你当然可以做多。但是问题是什么？这个大盘如果反弹后之后还会再跌，各位投资朋友。过去你这个习惯你要不要去改变？哦，你要不要利用这个时候去改变？
会员跟我空红准的，不管是空在多少，空在118.5块，或者是怎么样，113块。各位投资朋友，到今天把它回补掉，你是不是赚钱？那为什么能赚到这个钱？因为怎么样？因为你这个大盘会跌，你将来还是会跌啊。因为这是习惯嘛，我们把这个习惯改变掉了。你本来是先卖后买，我是先，你本来是先买后卖，我们现在是先卖后买嘛。在这里卖掉它，在这里卖掉它，118.5块。今天来到103块，买回来还给他，你每一张可以赚多少？你每一张最少赚10000嘛，好，大概将近15000嘛，你10张就150000嘛，那你就不会有损失嘛。同样的股票发生在什么哪里？易清光也一样嘛。易清光今年6月份的时候，我就跟各位讲过，285.5块是这一波弹升的满足。各位投资朋友，我们来看易清光。这258，这最高258.5，是不是？我是不是讲过这258.5这一天？我说过这里高点就是在这里，我们来回做了几趟，最后的一趟在252.5块空回来，新会员进来，通通空在245块以上，而且一定空得到。到今天，各位投资朋友，每张玉金光大概30000块，10张是300000，那差别在哪里？一个是先买后卖，一个是先卖后买的差别而已。所以我说过了，做多只是一个习惯。如果这个大盘未来会大跌，你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时候改变这个习惯？这个叫差别。好，所以说简单的说，这个大盘短线有反弹，好，是另外一次的机会，一定要把握，好，不要再做错。我们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一下吗？没关系，我带了帮手。哎呦，你真的不嗨一下吗？来嘛，来，到底要嗨一下，来，我不要，来嗨一下，来，过来嗨一下，嗨不嗨？卖小孩。你竟然拒绝我！麦考，帮你点红茶。过的投顾杨少凯讲座，10月27号礼拜六早上高雄，下午台中，晚上台北，预约专线02-391-3000。过的投顾杨少凯讲座，10月27号礼拜六早上高雄，下午台中，晚上台北，预约专线02-391-3000。大家听我讲，少文你很强，沉迷很遭殃，家长迷上网，小孩妈妈不陪我玩，少年迷上网，体内一直降，强打迷上网，一直挥空棒，挥棒落空，上网变这样，实在有够伤，上网不迷惘，这样才像样。男女平等的学习，家事共同来分担，工作一同来打拼，民主我们共同参与。好，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现场，剩下的时间不是很多，接下来就是美股了。美国道琼我跟你讲过，我说这个是支撑，有机会形成三尊头，对不对？这个10月15号跟你讲过。好，上礼拜是不是先弹上来，礼拜五跌打下来，那打下来刚好打到支撑，那基本上如果说从道琼来看，短线这个支撑是先观察这个支撑它能不能守住，它还是怎么样，还是要上来做盘头。那我跟你讲过一个重点，这个头部的规模越大，未来的跌幅就会越大。它如果往上弹，也是怎么样，也是在盘头，
哦，损失怎么样？选前的撑盘而已。哦，整个国际股市，哦，我说如果说整个国际股市都处于一个高档，未来怎么样？这个大盘我们台股相对弱势，将来一定跌得比人家多。所以我可以告诉各位，接下来的反弹，各位投资朋友，哦，不管你从做什么啦，做指数还是做股票，哦，都是一个机会。哦，所以简单的说，这个大盘，各位投资朋友看得懂就是一个机会，哦，看不懂是个危机。而且这个机会不是可以让你小赚而已，是可以让你大赚，但是看错的话是会大赔。哦，所以同样的告诉各位，我们在这一辈子里面其实可以让你碰到大赚的机会不是很多。哦，接下来未来半年的时间，各位投资朋友一定要把握，哦，这样子难得的大机会，哦，避开风险之后将来还会大赚。哦，所以你愿意给我半年的，哦，我有把握给你怎么样，可以在未来半年的时间去让你财富翻好几倍。好，所以有兴趣的，好，不管你是要来会场还是加入我们的行列，打电话给我们助理。好，时间的关系跟各位讲到这里，我们明天再会，拜拜。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谨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想要嗨一下吗？没关系，我带了帮手。哎呦，你真的不嗨一下吗？来嘛，来呀，来，我不要，来嗨一下，来，过来嗨一下，嗨不嗨？卖小嗨。你居然拒绝我？麦克，帮你点红茶。过得投顾杨少凯讲座，10月27号礼拜六早上高雄，下午台中，晚上台北，预约专线02-3391-3000。过得投顾杨少凯讲座，10月27号礼拜六早上高雄，下午台中，晚上台北，预约专线02-3391-3000。大家听我讲，少文你很强，沉迷很遭殃，家长迷上网，小孩说妈妈不陪我玩，少年迷上网，体内一直叫，强打迷上网，一直挥空棒，挥棒落空，上网变这样，实在有够生，上网不迷惘，这样才这样。过得投顾杨少凯讲座，10月27号礼拜六早上高雄，下午台中，晚上台北，预约专线02-3391-3000。过得投顾杨少凯讲座，10月27号礼拜六早上高雄，下午台中，晚上台北，预约专线02-3391-3000。